月20日，有几位网友晒出在日本偶遇李沁的照片。照片中，李沁时而头戴白色棒球帽，身穿白色宽松毛衣，搭配黑色铅笔裤，脚踩小白鞋，抱着小黄人玩偶在环球影城玩乐；时而身穿米白色白雪公主图案卫衣，搭配蓝色阔腿牛仔裤在奈良喂鹿；还有时头戴白色针织帽，身穿奶白色羽绒大衣，偶遇影迷，开心抱着影迷宝宝合影，十分随性可爱。粉丝纷纷评论，灵魂有相近的女子表白美沁，我也想偶遇呀，确实是一个很亲近人的小明星，是属于那种越看越爱看的人，羡慕，我也想偶遇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